大家猜一下第一名是谁，然后猜对的我们啊，好，然后猜对可以拿红包，猜对给一个小奖品。来，现在大家觉得第一名是谁？哎，先举手，先赢。好，我们数喽，来一二三，哎，你。我们找一个人，我们要数一二三，然后我们选一个。我数一二三，我们来看。好，因为我不太会看。来啊，一二三。哎，大家都差不多哎，怎么办？我们要几个？你选一个啦。好，随便选一个，你随便选一个。你先选一个人，然后问他。那灰衣服这位是花旗。花旗，他猜花旗，是他真的。那我们等一下就知道了，等一下就知道了。等一下，如果是就可以猜得出来。还有没有别的答案？别的答案。好，来，那你觉得是国泰世华？好，来，那你觉得是富邦？好，我说我们国泰世华、富邦跟花旗。好，三个我们等一下揭晓，最后一个我们要揭晓了。揭晓谁可以抽红包了？好不好？好，你看一下，三二一。花旗，刚刚谁抽中了？谁抽中了？那个，快来发红包！先跟我讲一下，这是加码的，石头，恭喜你！哇，随便选一个，好，我们今天红包都要送出去啊，好，不留。来跟大家分享你抽到什么，来，转过来，哇，也是100块，真的赚到了。那我们现在来，我先访问一下，你觉得为什么你会觉得是花旗是最早的？不过很多人在看，不要看你们屁股，因为他的网。是一张卡哦，对，这个状态也是非常的，对，那没办法，这个是比较误人。那你有没有接到他的那个叫你来借钱的电话？行销客服之后会有很多什么招？啊，你都怎么拒绝他？就说不需要，非常的聪明，就直接跟他说不需要就挂掉。不爽躲避连环 call 来推销保险业务，电话形象保险打到不行，回馈低，花旗今年一样的费。顶多拿来吃王品，怎么跟我的理由一样？你第一张花旗卡是不是也是享乐卡？我第一张没有，我第一次办花旗办不下来，我是第二次办花旗才过的。真的？对，我第一张也是享乐卡，就为了吃王品。请问今天大家都是为了王品？有没有来吃过王品啊？就是拿那个享乐卡就跑去吃王品的？有吗？因为每一个人都点头，不打算。他举手了。好，对，那他举手。可是刚刚有人摇头说他没有。你谁？你没有享乐卡？那为什么你没有想办？那你那时候什么时候刷领吗？花旗的第一张信用卡，哦，所以你没有为了，那你就很可惜没有拿到手刷礼这样子，六折，哎，真的很好佛心哦，对啊，真的很好，就不像我这种省钱连保险都要拿这样子，花旗应该感谢，对啊，这是好客户，好客户，好，我看一下，网络银行跟 APP 不知道是哪个时代的产物，难用又慢，不愿意调整额度，但又一直打电话行销。对，这是大家应该没有人没见过花旗的电话营销吧？应该每个人都见过吧？我在平均一条接个三通。哎，花旗这人爱打电话就是推销。请问最近过年有需求，资金方面有需求？对啊，对啊，就有没有车贷需求啊什么的？对啊，现金回馈不够多。哎，他现在现金回馈就是0.5%嘛，就还是很烂。就那张钱投了回馈了。哎，他也曾经是那个神卡，在那个里程卡部方面曾经也是风靡一时。花旗还旅卡。对。啊，他现在就变烂了、啊。他那个华航兑换比率不是500点跟700点兑换500点，是不是变差了吗？你要不要问 CW 大大？CW 大大是不是这样子？哦，是有多张卡片需要个别申请一组账号密码，非常麻烦。对，这个我也是，我大概有5组或6组的花旗，然后账号我永远都记不住，我都要贴一张标签写在我信用卡后面，写这张的账号是多少，我永远都记不住。我跟你讲，他这就是美国的系统，到转到台湾就变这样，然后他一直没有改。啊、不然的话，唯一的解套方法就是你在线上开一个 smart 账户，那个账户一登进去就可以看到你的所有的信用卡的资料，所以我是因此而去办一个 smart 账户这样子。哦，他去办他们的账户就对了。那个线上开户就有了，以前还要临柜，现在就是线上开开嘛，所以其实还不错，就可以解决你就是一堆账号密码的问题。对，它是很麻烦。对，但是那个 smart 的账号密码不可以跟你现在的这些每一个。妈的！那就是每一个都不可以重复啊。你还是可以把它记下来了。好，优惠变少，不知道活动是否满额，打给客服常会有被笑。好，这很多吗？对啊，其实大家的问题都是说，自从办卡之后，一天打电话来求你借钱，再来打电话叫你求保险顾全家，每次打好都说几分钟，结果都15分钟。所以你就知道不好意思，我没空就挂掉就好，为什么还要让他15分钟讲？有的人就是人太好啊。而且你要心狠一点啊！我都用很冷漠语说我在上班，然后就把它挂掉，这样可以好不好？大家就节省彼此的时间，因为
其实行销人员他们就是不能够挂客户的电话，那你如果没有给他强硬一点的意思，他基本上他不能挂，那就会浪费彼此的时间，因为你也没有跟他买保险嘛，所以大家以后就是节省彼此的时间，直接挂掉就好了，他也能够对上面有交代。这边推销电话的那个的理由大概有50个吧，都是推销太多，保险很烦。对啊，这次花旗的得票率有79%哎，好，得票率20%，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同意花旗。对，而且花旗也是我们去年排行榜的第一名，就是连续两年蝉联第一名。哎，有，我找到一个了，终于有一个人写，因为他混合卡给我，还是有，还是有人因为他混合卡所以说。好了好了，其实我们玩这个排行榜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，但是因为时间有限，我们今天就是这个场地，人家因为劳基法的关系也不要休息了，好，所以我们不可以用太久，我们今天就是先玩一个，那剩下的我们就是在接下来的直播再跟大家分享。